我呀，一直都觉得对自己的家人好就行了，所以好多事儿，我愿意睁只眼闭只眼。希望你们这些在八两身边的长辈和亲戚，能念个恩，想个好。可是你走差了。不，奶奶劝你一句，你从金海公司吞下的东西，我不让你吐出来。以后离我儿子远一点。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行了。都该当爹了，给自己留点骨气行吗？小子，当年你妈去加拿大，你五年都没跟我讲话，你是不是在怨我？没有。你在学校发高烧，差点烧死。那时候，你没有怨过我吗？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臭小子！对了，有时间呢，跟农草多聊聊，啊。行了，别在我这耗着啊，早点睡吧。有个事儿，你想要资金？启动私募，我的公司运转挺好的。哦，我想要金海的财报看看。赵鑫曾一再教诲齐东草不要冲动行事，他因为赵甲梯的视频而怒火中烧，谁料想正中陈红雄的下怀。东草，你来了，捅破了与二叔之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。骑虎难下的齐东草现在是再无半分装傻的余地。